近日，赵丽颖在31岁生日当天和冯绍峰晒结婚证，用官宣体公布俩人喜讯，给大家来了一个措手不及，微博再次瞬间瘫痪。在官宣博文下，不仅冯绍峰立马在评论中改口，称呼赵丽颖老婆，娱乐圈中的明星包括颖宝大哥谢娜和小花张含韵在内，共超过50多位艺人纷纷为她送上了自己的祝福。其中于正更是调侃冯绍峰瞒得可以啊，网友也是调侃于正，原来你也不知道，只能感叹赵丽颖夫妇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够严实，就连自己的伯乐都不知道自己恋爱了。其中关晓彤的祝福更是陪网友调侃，这是来自一个炸掉服务器的人的祝福，这画风也是非常可爱了。因为送祝福的明星太多，各家粉丝也陆续发力，把自己爱豆送上热门。相比其他明星的评论回复都是感谢声和赞美声，到了张雪莹这里却画风突变了，除了少数人的鼓励和祝福，更多的是骂她的，有你什么事，勾引别人男友的三胡辣汤，好意思在这里蹭热度。但是对于被网友骂的胡辣汤，有张雪莹粉丝就把骂人的网友归为杨紫粉丝，直言杨紫的粉丝没素质。当然对此有网友反驳表示别乱扣帽子，胡辣汤事件微博谁人不知。对此紫粉表示这个锅杨紫粉丝不背请放过，更有人表示看来该给小猴子颁发最佳背锅奖了。